我要让你们见证，我现在在卸这里的时候是完全没有上粉的，按到什么程度？健康的皮肤你就按到有点出水的那种感觉，透明的感觉，就差不多转逆时针也可以正时针这样子转都没有。洗脸巾，然后我就开始卸，把它卸干净嘞，用一个卸妆乳，一个热烈的掌声啊！因为太厉害了，它不只是非常棒的一个卸妆乳，它里面的成分根本就是高级的按摩油。天哪，全世界怎么有人用一个 A1 一个卸妆乳可以把它成分弄成这个样子，淋漓尽致。来看一下多生态三肽，这个多生态大家有没有看过海洋差那的？有啊，很贵对不对？那里面就是多生态，全世界最厉害的生态 的产品，可以抗氧化抗老化，就是多生态。天哪，我想说它把生态的成分也放在这里面呢，然后再来还有植物的萃取的七种植物，那个七种植物萃取，它把最好萃取出来，平衡我们皮肤的油水分，那个什么平衡，很油的皮肤，很干的皮肤，你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成分下去，你会完全的平衡你的皮肤，再来促进血液循环，抗氧化抗老化。我说天哪，这简直是高级的按摩油，知道吗？所以我就开始不断的每天的在用擦。所以你只要有那个顽固的斑，一直的卡住卡到你很生气，有没有？就是因为你的血液循环不好，你就必须透油这样子一个成分，在你的脸上不断的这样做按摩。什么样的皮肤很适合用？你真的是健康的皮肤，但是你就是很严重变成蜡黄、毛孔粗大，还有我们那个松弛、老化、干燥，可以夹死蚊子的，对吧？这些真的，你们赶快来用我的白里透红，甚至循环会变好。再来，我要告诉各位，我今天把它全部卸光光，会让你们知道。我们的产品 A1 会卸得非常彻底，而且卸完之后又会非常的舒服，很温和，完全不刺激。来，你就是打圈，奇怪，我每次在打圈，明明就想打圈，结果他现场去做，回去做的时候变这样，不是哦，往外好不好？往外一定会带脖子，尤其你35岁过后，你的脖子都一定要开始保养了。你越早保养你的脖子，其实你的那个感觉就会效果更好。那为什么强调脖子？很漂亮，对不对？再讲下去就对啊。OK， 那你按到什么程度？健康的皮肤你就按到有点出水的那种感觉，透明的感觉就差不多可以。然后要教大家正确的卸，就是很重要，因为很多人都直接这样子就拿卫生纸擦，太可惜了。我跟你讲，这样卸真的可能只有卸60%，我现在帮你们卸掉99%，哎，乳化它。乳化这个动作非常的重要，不卸眼睛，因为我要让你们见证，我现在在卸这里的时候是完全没有上粉的。然后等一下我要再上眼睛的时候，我会让你知道所有的眼妆睫毛全部都带走了，好不好？我就拿着湿，这个已经弄湿了，这是湿的，这不能干哦，湿的把它用到干，很干。然后来打开之后洗脸巾，然后我就开始卸我的怎么哪里，我的脸，我先用我的脸，好不好？好，我要让你知道我所有的动作。好，来，不要去擦到我口。好，几乎有没有我沾到一点口红，那没有关系，就是让你知道我全部上去完全没有什么上粉，没有粉，完全 OK。 然后我跟你讲，眼睛可以转逆时针，也可以正时针，这样子转都没有的干净。 OK， 来我们看一下，非常非常的干净，真的把它卸干净了，用一个卸妆乳，一个热烈的掌声啊！好厉害，好厉害的，因为